右旋转第二步不要过早转动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 A 1 2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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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
盘的驱动完成轴转，不要用上面的身体去转动。第二步，向前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的右侧稍微向前，不用过早的去转动，这样会影响你。轴转是身体整体的转动。One, two, three, 这里提示一下，女士在跳第一步轴转的时候，是脚步带动身体整体转动，通过脚步踩地的力量来增强我们的身体驱动能力。第一步，重心在左侧，向前出右脚，并转动180度，跟掌。第二步，重心在右侧，反身立直，斜后方出左脚，掌稍转。第三步，重心在左侧，向前出右脚，掌。第四步，重心在右侧，反身立直，向前出左脚，掌。第五步，重心在左侧，向前出右脚，进入舞伴外侧，掌根落下。女士每跳第五步的时候，一定要在反身内直出右脚，这样能够顺利的通过，进入到男士的外侧。